而家個燕位嘅，佢都係選擇俾翻過嚟左手邊。喂，你班自欺欺人嘅剪接狗，打假波嘅狗，話我狗號，我俾啲嘢你睇下。嗱，見到有隊友走咗落去啲底線嗰啲位置嘅鏡頭咧，呢個位置我哋就暫時睇翻喺嗰個中場位。李思浩，好啦，有條斯嘉路腳面帶過嚟，陳志孝吸兩吸，有冇得放啊？呢球波個對方逼得好緊啊，所以一路咧都出唔到腳啊。我唔係聖無能啊嘛，觀眾都唔係聖無能啊，全球。咁你要老實先得噶，自己人打假波嘅狗，剪接狗。我哋師傅咧要轉身追啦，咁就要修正翻先啦，俾翻平手多啲嘢。拍攝狗，旁述狗。過力走翻後邊要波，但坤兒呢波選擇自己去。啊，呢個黃羊嚟㗎嚇，個選擇咧就自己推個波上過半。鎖不住我雄心壯志衝雲。天啊，低能狗！呢個追過咧，追得好貼身，都要小心啊！一甩嘅話咧，對方嗰啲反擊咧，隨時就到。黃英，越逼越前啊，已經係。暫時呢一個打法。咁就科瓦頭撞咗了啊！打個波狗。好啦，嘉偉呢波可以攞到喎、哦！好啦，嗱，有機會啦。坤兒在底線，阿孝又在底線，給了過來坤兒這邊先，給一下假的，給回嘉偉，嘉偉看看你有沒有機會擺過對方了，阿孝出來又攞球再轉埋身，跟著澤偉一咬，哎呀好手，哎呀，這樣手劍，坐地這個球射得手頂門將的，哇這球球，阿烈斯的話，坐地來的話，散到坤兒啊，哇咁啊，真係得意啦！嗱，呢波嗱，坤兒策動嘅，起翻後邊，跟住咧，劉嘉偉擺話，跟住阿孝一個轉身，嗱，佢係想想射嘅，抽埋去，點知個波咧，阿佐迪一摸轉身，真係散到坤兒喎，原來坤兒咁樣彈咗落喎。咁啊，你先話起腳嗰個路線咧，應該個波出界㗎嚇。咁啊，見到呢邊門將啦，艾賓遜係好過癮啊！咁啊，但係見到咧，曼城個防守咧都係走甩咗。係啊，當時嚟講走甩曬坤兒，同埋咧就呢個阿佐迪喺個禁區入邊。但係剛才我哋都講緊，打法上咧比較少見，因為咧就三個球員咧，建設球員一路就喺禁區個頂嗰個位置喺度打。我睇你英國皇室性無能啫啩。中間得一個林家偉啫嘛，剛才咁就係因為佢串連嗰個球波，然後就造成。但係唔好忘記，反應軍政府好忌諱當地嘅紅衫軍勢力。據報警方已經查封紅衫軍嘅電台，扣留16名地方領袖。軍方表示，他們所做的都是為了國家，強調目前的環境民主原則並不適用，呼籲民眾忍耐，不要參與示威。軍方有向外國使館解釋政變原因，重申軍方會繼續支持民主政制。不過，解散上議院獨立立法、行政和軍事權力的代總理兼陸軍總司令巴育繼續加強對傳媒的控制，要求18家報紙老闆及多名學者、傳媒工作者向巴育領導的